今天又从怀化回家了，因为怀化这两天有检查，有3天都摆不了摊，所以说跟光头哥他们一起先回老家了。今天晚上在老家吃的饭，拿了点西瓜。我老妈今天赶集买了点龙虾，我带了一点回来给依依他们吃了。没有，依依不在家好像。吃什么菜？辣椒炒肉，鸡蛋炒，这个是什么？黄瓜，有青菜，饭都没吃完，收一下。5月份过去大半个月了，只干了一个星期的活，现在又要休息3天，这个月真的是完蛋了。我听到你，你他回来了！我想你了，我回来看你来了。你给我想。你去哪里玩了？我刚刚去找朋友玩去了。哦，难怪我在家里没看到你啊。我就说嘛，哎，灯怎么亮了？不会家里进小偷了吧？哎，这个衣服好看，妹妹。嗯，爸爸，舞蹈服到了。舞蹈服到了，你嗓子怎么哑了？今天在舞蹈室找了一家。吵了一架，告诉你，那些2年级的在那里站着位置，他现在那里和我们比谁声音大，说在那里唱的蛮大了，以后我们也唱的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比，玩不起嘛，就去告老师，是吧？嗯，嗓子不要那么大的吼，这声音有点哑了。去给你跳个舞，要跳个舞啊？对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我不热。你不热，你还吹风扇？来休息一下，再给我跳舞好不好？好。这是掉了1块钱吧，妹妹？这是你掉的？应该是。爸爸这次回来的快吧？快一点！你不是说你丢衣服来去了吗？爸爸想你了吗？回来看你了。哎呀，我脸上很脏。想死你了，哈哈。是吧？我昨天都哭了，睡着睡着。又哭了干嘛？想你呗。这个你养女儿就是这么好，你看，羡慕吧，真的羡慕吧，呵呵，这种乖仔。刚才我回老家的时候，人家村里人都在夸他，说一个人是不是跟你说你奶奶欠他好多钱是吧？是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嗯。说你奶奶欠他好多钱，你说你用你的压岁钱去帮你奶奶还账是吧？你咋知道？那个人跟我说的。后来你问奶奶说是不是欠他很多钱，奶奶说没有是吧？后来我倒问那个人。骗你的啊，养女儿真的是好，要什么儿子啊，那女儿比儿子好多了，贴心多了啊。妈妈说养男孩好。妈妈说养男孩好。不，你们都说养男孩好。我什么时候说的？因为养女儿都要嫁到别人那里去。那养儿子也不一定在身边。有可能到外面去啊，是吧？一样的嘛，只要有孝心就可好了。嫁到哪里去，有时间回来多看看爸爸妈妈就好了啊，好不好？真的很。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个舞蹈。你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我不是。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了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跳嘛，好不好？我先去换个衣服。好，换一下衣服，等一下洗个澡啊。先洗澡。我先。哎，人多了，等一下。这水很少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？这么细一个，有时候都没水了。我叫你妈妈给你房东说，他有没有说？说了。赶紧，你等一下下去洗澡，等一下回来，人回来了，全部都回来洗澡的话，又等排队排好久。不会啊。你那水这么小，等一下排队排好久的。不啊，妈妈洗澡很快的。很快的，冲一下就好了。那你先洗嘛，那姐姐也洗，我也洗。快去啊，乖一点啊！刚才还可以乖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对，好棒，乖。我要洗头吗？不用，因为我前几天呸。你不会做嘴要歪着干嘛吗？我昨天洗了。我给你带了点龙虾回来，你吃。哪里？在厨房里面，碗里装着的。奶奶今天买的，给你带下来的。找到没有啊？找到了。哇，龙
那我要等姐姐回来一起吃。可以，你奶奶没买多少，就买了一斤多，所以我没拿多少给你啊。嗯，就没事。好几只啊，等姐姐回来一起吃啊。嗯。